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 WWE 明星阿莫雷 Enzo Amore 因为驾照上的签名疑似男性生殖器，因此收到来自德拉瓦州 Delaware 监理所的通知，表示希望阿莫雷能够换一下签名方式，但行事风格霸气的他回应，这是我的驾照，我爱怎么签就怎么签。根据外媒报道，阿莫雷在个人 Instagram 上传一则影片，表示近来不断收到德拉瓦州监理所的致电，原来是阿莫雷在驾照上的个人签名行刺阳具，监理所负责人员认为有所不妥，电话告知阿莫雷，希望他能换个新的签名。影片中的阿莫雷模样激动，手拿着驾照，对着镜头秀出看起来像洋具的签名，开口说，这签名从我国小用到现在，德拉瓦州监理所没资格教我应该怎么签名。